后现在要去他的村庄，叫做什么召唤狮子村，然后就来到了这一片大陆。OK， 在这边逛逛吧。好，出现了。这个精灵很丑，水妖精也拜托你了。OK， 接下来可以去召唤狮子村。Hello，HAY 安安哦。到老地方去。刚才那只小魔鬼飞进艾可的衣服。
好像不是，用 1.7， 我知道 1.9， 可是我载 1.7 万，应该是没有差了。对吉他很感兴趣哦。一个黑画面，中文版应该算吧？对，是中文。为什么我要吃醋？吉坦和小刀真的只是普通的朋友吗？居然有两个女的在吃男主角的醋。村庄是莫古里村庄。这我就不清楚了，因为我是去找人家，就是打包好的，跟这个游戏打包好的，就一起摘下来。B 的心情，只有那个里面的设定我都没动过。应该是有加速功能的，好像真的是有点累了。那我现在要去哪里？是要在这边逛逛。小刀的心情。我以前在书上见过，他们是拥有操纵召唤兽之力的种族。说自己的身体存在着召唤兽的时候，我一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可以高兴。母亲道人才会帮我抓回去，并将他们投入战争。
另外一边呢？这里还真是一片废墟。小刀还真是有够迟钝的，两个人的关系还蛮有进展。看他每天都只想吃艾可做的美味料。清炖芋头，能吃到头上的球球都快掉下来。哎，话说莫古里头上的球球是干嘛？从以前就一直不解，至少一个天线。钓上来的鱼，只要烤一下就很美味了。这是什么鱼？这个的话都要选谁啊？谁会有差吗？哦，好像选有差耶，去看一下要怎么选。最后选对的话，才能完成完美料。更画一下，花芋头，进去是哪里？前方禁止东西。那怎么会有人出来？原来阿禅在上面。吃过心之沙，但这里的沙子都不能吃。他真厉害，连沙子都吃。他又跳到哪里去了？你就当那个家伙不存在好了。那，哎，这里是有什么东西？哦，走左边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在想一些事情。因为 BB 一路上都很忧郁啊。料理很快就要做好了。
召唤壁参观。艾可的厨房。我要做几人份的饭？这个，哦，这还要选。我要选几个人啊？我刚没有在数，说要做十人是吧？如果做多了会怎么样？数字怪怪的。数移动位数，这样子加十人份。配上南瓜大炸弹，这问选项真多。这里的话要选择什么？不加是吗？知道做出完美料理会怎么样？这里又要选一下，正确了。忘了他要再掉一次。这个看看，we'll be right back.
来这里有东西。天秤座，再确认一下，我把我漏掉了。召唤壁也只剩下这一条了，该就是他不让我进去的地方。他很有身为召唤壁守卫之尊。所以这样看起来，应该女主角也是那个召唤一族的，只是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感觉好像会再拿到新的召唤兽，我要找哪去啊？召唤师一族是崇拜自然的一族，盖亚能习召唤魔法，能获得与自然和星球融为一体的感受。召唤壁自古以来就由艾克和他的臣守卫，而我们魔鬼也和艾克一起守卫着召唤壁，有什么奇怪的举动？还想在这里想一会儿。好，做好了。
还有 NIK 杨安哦。这炖菜太棒，你都可以开饭店。所以召唤师一族剩下太阳一个人。汪达与巨象有，可是我没有玩很多。我现在手上有这个游戏。但是我之前开来玩了一下，就放着还没玩。魔法是怎么回事？要怎样才能做得到呢？用脚和召唤兽交流。有很多游戏想玩，但是也要有时间玩，所以我就会尽量轮流，每个都玩一下。台词是雅文清的戏剧，向星星许愿。想每天都吃艾格做的菜。讲错话了。对啊，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偏好 FF 系列，所以比较就是我现在会比较想玩的。哎，拿这个锅要干嘛？我想说先把这一代破关吧，再来玩其他的游戏。是要端到哪里去啊？像我异域神剑，我玩到了，我也玩到了后期了嘛。其实我异域神剑一周魔我都还没破，因为那个有好多可以玩，要玩好久。不过我已经玩到中后段了，先放着，之后还会再回去玩。这是要放哪里？端的这一锅到底要干嘛？虽说也是海淡这的鱼儿物，是大陆的鱼不一样。
有了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夏娃之术的事？我感觉就要去收服了。如果要封印他们，还得利用别的召唤兽的力量。帮我们解开那个封印。有什么不行？将军咖啡，名字听起来像很好喝啊。本很古老的书，标题模糊的几乎无法辨认，而且这一款玩下一款就是那个《刀剑神域》。500多年前的书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有毒鸦，艾可3岁，摸骨也是3岁。还不睡的话，明天会很难受的。面对各种情况，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两件事。如果不想让事情在脑子里乱转的话，要私奔了。他是在偷听。叮当当。看到召唤币的时候，不是这么总觉得很害怕。
天还没见过他呢。新伙伴正式加入，所以现在我队伍里面有两个召唤手、召唤师。有什么问题就请尽管跟我说。这里吗？哇，这边也有小精灵。哦，有，椰子肚有一块是肿的。因为 PS3 要玩另外一种版本。哎，出来了，小精灵。那个 PS3 要改机啊，可是我怕会伤了 PS3， 所以我还是都是玩正版的。我想要原矿，那个区域的小精灵比较性感。够吗？给你。无言兽。绿宝石有一个新的，啊，可以前往那个前往主线。绿宝石，看一下绿宝石。哦，他的技能很多，这是要给谁练的？哦，要给他练的。
看到旁边那一朵花了，该不会那只虫虫会出来吗？那么说这里是雾的源头的说法，那就是真的。一棵树好像那个，好像那个天空之城的树。什么东西啊？刚刚那个。完全被挡住，挖地过去也不行。召唤兽的力量，要对召唤兽祈祷说回来吧。到的这一只，红宝石兽，宝石兽该不会是给他练的吧？欸、真的，先装这个好了。